亩地收了135斤菜籽，工钱、种子、肥料花了差不多3000，还没有算田租。看看今天能榨多少油出来。今天这里好几家人榨油，我们排在最后面，先把菜籽倒在这个机器里面炒一下，炒好了倒出来，放到榨油机里面。这是榨出来的第一道菜籽油，菜籽皮榨出来是这样的，真的好香好香，不是好多人在看，我真想尝尝什么味道，又怕别人觉得我没见过世面。第一次榨出来的油倒在这个高压锅里面过滤，干净清凉的菜籽油就出来了。这大哥豪气的送5斤装，我也想送，可是实力不允许。我们的菜籽油也出来了，哇，这就是我们种出来的菜籽油，很干净，没有加任何防腐剂。老板娘很热情，帮我们把菜籽油装好，看看这个油的品质，我都想马上喝一口。装太满了，这老板娘很懂我现在的处境，根本不够分，恰好分量，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。